主料薏米100克，大米150克，辅料水，枸杞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清洗大米，薏米先用高压锅烧好，在大米中加入薏米，放入电饭锅内，加适量水，按烧粥当开始煮熟，放入适量枸杞，盛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，薏米性微凉，如果脾胃过于虚寒，自知怕冷较重的人还是不太适合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